这么检查呀？喝出好来了。行，别空了，至于那么爱喝吗？非常健康。呵哈，我就因为健康我空空。又端起一杯来，这回还是有沫子。这干嘛呢？醒一醒。哪儿有醒？尿样也醒。这个呢？血糖偏高。这都能尝出来。有沫子就容易打嗝。哎呀，这个注意个人卫生啊。嗨，这都是运动员吗？这100多杯都得喝了，然后这量还不小。那是，这不是一般人能干的事情。是，一般人谁干这个事情？单纯善良热心肠。我这叫傻了吧？这个天下第一好人呢。啊，我还好人。那是，他这个好不是后天学的。怎么是先天的？这是骨子里的遗传。哦，这还有传承。他父亲就是这么善良。又说到贪老人家了。有可能有的朋友们在相声里边听到过于老爷子的故事。不用有可能啊，您没少说，大伙儿都听过。我自幼从艺啊，到现在越发觉得郭德纲在相声舞台上的渺小。怎么在相声里面我只占20%，那剩下那80%呢？于老师和他的家人。哎，净指着说他们呢是吗？哎呀，人家真有那个在道德方面有洁癖的先生们啊，坐在底下听相声拿纸笔都记录下来，记，然后找地方去举报我。这还能举报呢？郭德纲说于谦他爸爸姓张，写下来了。这要我也告去。写完之后弄好了，找个物业啊。你找物业干嘛呢？就这么一说吧啊。好吧，装修去了吗？啊，就随便说，找一个有关部门，就是物业啊，到物业去告郭德纲去了。哦，其实呢，实话实讲，我从小说相声，我在桌子里边站了10年。哦，桌子外面走马灯一样的换逗哏的演员，是谁站这儿谁说我。哦，他们也说，哎呀，郭德纲他爸爸怎么着了，郭德纲他儿子怎么着了。那个剧本故事就是这么设计的。哦，跟您看那个电影是一样的。那是假的。你说你看个电影，这管这叫爸爸，你怎么知道是假的呢？你看个电视剧，一个男一女的俩人一被窝睡觉，你知道是假的，你还挺爱看。话剧舞台上还是啪给一嘴巴，那咣叽还躺下了，还跟那抖了，假装死了，你也知道是假的，你都能接受。怎么到我们这儿都是真的呢？对，你这个智力为什么要买票呢？你啥？其实没有人不知道是假的，都知道。请记住郭德纲的这句名言啊，冤枉你的人比你还知道你有多冤枉。你看这个，哎呀，一说你真信，那不成傻子了吗？是，你看在台上说于谦他爸爸怎么怎么着，你们哪知道于老师数钱的时候可开心了。我呀，你提这干嘛呀？相声就是两个人站在这儿说故事。对呀，故事的主人公第一就是我的事情，第二就是他的事儿，对，第三就是我们两个之外的事情，就这么几个渠道。这个人一定要说我们的直系亲属，不能说别人，你也不能说观众啊，不行吗？哎，你看那边那大哥了吗？他媳妇跟我可好了。哎呦，我还没说完，他菜刀扔上来了。是啊，不合适。也不能说其他的行业，行业也不行吗？哎呀，我们今天要讽刺一个行业怎样怎样。我这还没到家呢，他微博上已经乱成一片了，告了啊！郭德纲又骂什么什么行业，又上热搜了。哦，明天我还得道歉。你说我都这个岁数了，我不能指着道歉活着呀，是吧？别介了。相声就是一个手艺啊，吃饭的手艺。我们不能一天到晚的老是对不起对不起，那就没有意义了，不能老道歉啊。你别看这个台上说于老爷子怎样怎样，其实生活中我见他父亲我尊敬的都不行了。
啊，我们这是有礼貌的一个行业，台上无大小，台下立规矩嘛，这是我们行里的规矩嘛。于老爷子那个人是这份儿，老头也好着呢，特别善良，嗯，信佛，没错，胸口老挂着一袋铁观音啊。我爸爸信佛，这挂袋茶叶干嘛呀？不懂，而且没事站在门口老抱着一个机器猫，哈，老小孩他就喜欢这个，童心未泯，然后他就喜欢玩具嘛。又于大爷抱着机器猫了，就给搭个话，什么叫机器猫？啊，我们有名字。对了，我们叫多拉，多来多来 A 片儿。别胡说八道啊！好的。您那叫哆啦 A 梦啊、哦、那我哪懂啊，你父亲看的日本片实在太多了、嗨、那也记住了这个，好吧，记住了这个啊，反正认识他父亲的人、嗯、没有一个说老头不好的，都喜欢他，他父亲就好像一个慈祥的老爷爷、干嘛好像一个慈祥老爷，他就是一个慈祥老爷爷，这个在文学修辞上啊，这个叫拟人化。我爸爸就是人，干嘛还拟人呢？啊，好，那不重要了，不重要了啊！什么就不重要了？他父亲是特别喜欢我，啊，每次一见我，咱们吃饭去吧，不，他还请你吃饭，走，吃饭去吧。哦，好啊，嗯，我带你去吃什么去呀、啊？带你到全聚德烤鸡店去吃个鹅。这老头也没见过什么，哪儿啊？全聚德是吃鸭子，烤鸭。同志，你父亲绝不能说鸭子这两个字。为什么呀？因为老头被鸭子伤害过。这咱们得问清楚了啊、我爸爸被哪个鸭子伤害过呀？你请注意你的措辞。什么废话，你不是说的吗？被鸭子伤害过。你要这样的话，我上物业告你去。你嗨，这物业也有点忙，你这啊，你说说怎么被鸭子伤害？因为你父亲小的时候在全聚德烤鸭店做过学徒工。哦，他在那儿学过徒，后来弄得不愉快了，哦，所以同了他不能提呀、烤鸭呀、鸭子都不能说，伤心了。对了，怎么回事 啊？他父亲12岁就到全聚德烤鸭店去做学徒，啊、哦，对，打杂学包葱，哎，徒工开始都是这样，因为吃烤鸭离不开葱啊，啊，那倒是，给大家普及一下吃烤鸭，这还能普及？按规矩来说，嗯。吃饭有很多要求，烤鸭，我们来了，哦，要吃烤鸭，嗯，先把那生的鸭子拿上来让您挑，这不能吃，拿来干嘛呀？你得挑，肥瘦啊，大小合适不合适啊？哦，你挑完了之后要在上面做个记号，记号，对了，因为烤完了回来还得是这只，保证别换，这是过去的规矩。哦，有的是拿一支新毛笔蘸上蜂蜜在上面写字儿。哦、有的粗一点的人呢，就是拿铁签子在上面随便画个什么。哦，也有的写字儿，是写完字儿，烤完了回来呀，还有字儿啊，写着呢。鸭子于谦，对，不是，这不是吗？这写的太突然了，这四个字。那是，啊，不重要，不重要、啊。哎，这个就跟饭店里边吃那个清蒸鱼的规矩是一样的。那个也有什么规矩吗？坐在饭店里边，我们要吃清蒸鱼了啊，拿大抄子给您拿来了。嗯，您看行吧？看看，您只要说这条鱼没问题，可以了。按吃饭的规矩啊，必须同着您把这个鱼摔死。哎呦，干嘛摔死？不能拿到后厨给您换了。哦，换冷冻的了，换死的了，嗯，都不可以。就保证这条，同着您啪摔死。嗯，这是做生意人的良心，让您看着。现在有的饭店不讲究这个。啊，你看挺好，他拿走了。嗯，一会儿你吃完一出去，嗯、你看水族箱那鱼还打招呼呢。哎嗨，这鱼也是半熟脸了。嗯嗯，他竟给放生了。啊，这吃饭的规矩。哦，待会儿烤鸭烤完了端上来，一只烤鸭先把脑袋切下来。哦，再把鸭子屁股切下来。要这两样干嘛？找一小盘子放好了，嗯、看看这一桌吃饭的人，嗯，谁坐在主位？什么叫主位啊？这一桌不管是8个人还是10个人，一定有一个人坐在主位。怎么看呢？就是这个座面冲着门。哦，这个是主位，冲门。这吃饭的人里边
最有钱的、最有势的、身份最高的，嗯，哎，他要坐在这个位置上，这叫主位。哎，这个盘子放在他面前，干嘛呀？这叫有头有尾，这是一句吉祥话。这个鸭子要片成108片的丁香叶儿，这都有数。哎，摆在桌子上，嗯，吃法三种，嗯，头一种就是用薄饼来卷。都这么吃，这个饼搁在手里边一攥得是一个团儿，嗯，松手得打开是一个片儿，嗯，一攥一个团儿，松开还是团儿，嗯，这个不行，没弹性。哎，打开了还得是这样，啊，要放上5片鸭肉，嚯，放上葱丝儿，嗯，这个葱要用山东章丘的葱，那儿的葱好啊，那个葱叫大梧桐，嗯，最长能长到2米。嚯，不能用葱白，不能用葱绿，那用哪儿啊？用葱白和葱绿当中过渡的地方，这东西叫葱库。嚯，真讲究，拿这个卷，记住了，夏天吃烤鸭的时候，薄饼里边可以放黄瓜丝儿。嗯，春天、冬天、秋天不放，这都有规矩。那像现在似的，黄瓜丝儿、青萝卜、哈密瓜，后厨有什么给你切什么。哎，对。要省肉，这就看厨子心气儿了啊！按规矩，只有夏天吃烤鸭才能卷黄瓜。嗯，啊，这是第一种吃法。还有吗？第二种吃法用一种空心儿的马蹄烧饼。嚯，马蹄烧饼空心儿。嗯，鸭肉蘸调料，桶子里边夹着吃。是，那个调料就是酱油和蒜泥啊。这倒是简单，这个更麻烦。怎么呢？因为酱油要用真酱油。假酱油都不好买，还真酱油。你说的那个是超市卖的一瓶一瓶的啊，那个不叫酱油，那叫清酱。哦，真正的酱油是黄酱里边出来的油。什么叫黄酱出油？大块的干黄酱啊，6月3伏夏天，嗯，院子里边最热的时候，嗯，找一张锡纸，抽烟的那个烟卷里边锡纸，是大张的铺好了，上面放上酱块，嗯，再上面再铺一张锡纸，啊，上面压石头，底下锡纸窝出一个嘴来，啊，嘴下面放一个盆，拿太阳晒它，晒到这个酱块出油了，那汤滴了到盆里边，嗯，凑满一盆端走，加上香料再煮再过滤，这个才叫酱油呢。好家伙，你买的那个都不叫酱油，那叫清酱。对了，啊，得这种酱油和上蒜泥蘸鸭肉，拿这空心烧饼卷着一块吃，能不好吃吗？第三种就是生菜卷的，生菜还能卷。哎，生菜卷鸭肉，但是鸭肉要蘸黄芥末。呵，这就这么三种吃法。哦，要不怎么说听相声长知识呢，是吧？你看，最起码会吃，你看。他父亲就是12岁到全聚德啊，学包葱。啊，这需要葱，一干就是20年，包了20年葱啊，后来被评为全聚德1级葱师。这名字怎么那么别扭啊？享受法兰克福骑士奖，包葱，嗯，享受法兰克福骑士奖。是的，是不是法兰克福的人歧视我爸爸呀？他们，啊，是法兰克福的人骑着你爸爸。骑着像话吗？不是，试着骑了一下，没听说过，哪有这么大就获骑士奖？反正天下都传开了啊！全聚德有一个1级的葱师，这包葱包的好，声名在外啊，有名了。有其他的饭店打算要这个人，这叫挖墙脚。哎，这个天津有一狗不理，狗不理挖他呀？狗不理说这个1级葱师太棒了。哦，挖过来对咱们包包子有用处。包包子有什么用处？包子里面必须要放葱啊。那能放多少葱？哎呦，你甭管放多放少，没有这个葱，啊，包子不好吃。是，您在家可能也包包子，你包完你老纳闷儿，嗯，为什么跟这个老字号的包子不一样呢？啊，有这个毛病都在葱这儿。怎么呢？你一定是葱姜剁碎了跟肉打在一起，那就和馅儿吗？记住了，窍门在这儿啊！啊，哎，专业卖包子的，他那个葱永远不会和肉馅儿搅在一起。那他怎么放啊？你把肉馅儿搅好了，放在盆里啊，剁碎的葱末是撒在表面。那包的时候呢？包的时候拿着皮儿往里边拨了这肉馅儿，嗯，顺手带一点葱。这干嘛呀？因为葱切碎之后跟肉搅在一起，经过空气，它会变臭。哦，搅和烂了，这就是你在家为什么包包子跟外边买的味儿不一样。
就这么一点区别。哦，狗不理说我们得去。啊，你们也去找全聚德要这个人才，就挖墙角去了。来了就问了，啊，听说你们这儿有一松狮啊？对，有松狮啊。啊，干嘛？狗不理上这儿打狗来了？是怎么着？一级松狮吗？啊，没，松狮。什么事情？啊，要这个人，要挖，来吧。哦，把人带来了。是啊，去吗？问问他。全聚德觉得不可能走，来20年了，有感情了。没想到你父亲这儿，啊，去，我答应了。把全聚德气的啊，去可以，嗯、啊，去可以，不结账，这您也要挟不了谁。一个月不结账，那才多少钱呢？那全聚德的规矩是这样的啊，工作年满60年结一次账。我这不就跟抢差不多了吗？这啊，60年，你父亲说那我也走，我真狠啊，是走了。嗯，松狮未结身先丧。哎嗨，松狮未结啊，走了，没有这么句话。你父亲就被人家弄到狗不理了，哦，就跳槽了。哦，嗯，这个词儿不叫跳槽，这事儿就叫跳槽。现在好多上班的孩子们都是这个公司不好，我要跳槽了。嗯，我建议以后别说这个词，都这么说，这词儿不好听。怎么不好听？在万恶的旧社会，有一种行业啊，那里有很多有技术的女人。您就直接说妓女就行了。说的这么肮脏，我要到物业去告你。要我来了，你成不成的我也先恶心恶心你。我看没别人去物业，就你净去物业了。嗯，那只能这么说啊，就是在那个单位里边啊，那些个女技术员们，嗯，别提这女技术员了，你这个她原来一直服务张先生，哦，后来跟李客人又去睡觉了啊，这个过程叫跳槽。哦，这是专指的这么一词儿，啊，是吗？啊，一直啊，哎，张先生，来就跟张先生休息啊。后来来个于影帝到这儿来消费，啊，就转身跟于影帝去休息啊。起来吧啊，这女的怎么那么累呀，啊？这个过程叫跳槽 啊，所以说好多小姑娘，我不干了，我要跳槽，可别说这话呀，啊，不好听，那叫牙碜，那不好听。你父亲就跳槽了？没，不是，让人挖墙角了，就这么说吧。啊，就到了狗不理，哦，到狗不理先学习剥蒜，这是不是太糟践人才了？这个费这么大劲给挖过来，结果到这儿改剥蒜了。现在有人剥葱，啊，剥蒜的领域没有人开发，这还有什么领域呀，啊？这剥蒜吃包子不就蒜哪行啊？就蒜这掰，好多人剥蒜剥了，哎呀，坑坑洼洼都破了，卖相不好看，不好看。你父亲剥的细致，哦，喝着蒜又白又胖，不破口，因为这得用心啊。这都挺好，也破了，也破了，怎么办？他吃了，嗯，别浪费，啊，哦，不浪，又破一个。嘿，还有没有别人的份儿了？这个，一晃干了20年，又包了20年蒜。你父亲提出来辞职，干嘛辞职啊？胃受不了。哎，对，没包几个好的。嗯，狗不理说辞职也行，不结账。还有60年不结账。狗不理的规矩是这样的啊，活够130岁结一次账。好家伙，他把蒜钱算上了，嗯，啊。嗯，你父亲那也不干了。啊啊，嗯，打这儿起一出来一身的能耐，这有什么能耐呀，啊？你看，长的短的全行，啊。什么叫长的短的？长的是葱，短的是蒜，就会这两样能耐。包葱包蒜的同时，看着这两家的厨师炒菜，啊，学了一身烹饪的本领。哦，他学了手艺了。对了，嗯，找了一个很大的工厂，嗯，到食堂给人炒菜，那也就是炒炒大锅菜。700多人的工厂，都喜欢。吃你父亲炒的菜，还是有手艺。但是那句老话说的对呀，什么话？不遭人忌是庸才。哟，怎么了？你父亲由于太出色啊，被人忌恨，嗯，惊动了公安机关。一厨子能闹出这么大事儿来？你看，都是普通人，你比我强，你这就是死罪。谁嫉妒他？哎呀，因为他太优秀了。啊，怎么回事？过去一句老话嘛，啊，厨子不偷。五谷不收，
哦，那是老话了，就说以前那个厨师啊，愿意从单位的东西往家顺东西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啊，有人盯着你爸爸呢。哦，这个人太优秀了。嗯，拿个本儿，拿个笔，天天的。是，啊，也记。记完之后找物业汇报去。对，又物业，说这意思吧。 啊，你爸爸有时候也是，你看炒着炒菜了，嗯，来块冰糖。这叫偷啊？这不叫偷啊！来瓣蒜。这不就顺手吗？葱，这嘴里没味儿。来块姜，折折味儿啊。盐面太淡了，这是。胡椒，这也拿。海米，这倒是好点。馒头，不值钱。饼，面食。花卷儿，不是主食，不值钱。包子、饺子、汤圆，加点馅儿能多少钱？笼屉，嗯。碗、筷子、勺，哦，炒勺、蒸锅，嗯，冰箱、冰柜，嚯，桌椅板凳，嗯，电灯、电话、电扇，哎呦，空调，嗯，房顶子啊，窗户、门、地砖，哎呦，女服务员，嚯，好家伙，没有他不要的呀，感觉，嗯，就这点事情啊，判了10年。好，不多啊，要我判就枪毙他了。嗯，多可怜。可什么脸？一个人才。哪儿人才？在监狱里待10年啊。包葱还包20年呢。但是啊，你父亲说了，我要好好改造，这就对了，积极配合。哎，要早日出狱。对，经过他的努力和几次立功，怎么样啊？终于提前半天释放。要是我就坐满了他，你这我饶他那面呢，是不是？回家了啊，10年牢狱生活，行，回家。到家之后很开心，怎么又开心了呢？这10年监狱不白坐呀，落下什么了？嘿，10年监狱到家一瞧，啊，儿子6岁，老天爷呀，对得起我呀。等会儿关上一扇门的时候，不是有拔地印子那盖儿的？没有，没有。啊，好家伙，账算错了，怎么回事？牢狱之灾10年，儿子怎么会6岁呀？生日大呀。 啊， 啊，没有太大了呢，生日大能大多少啊？不重要，到他那儿都不重要。老头自个儿也说不重要，是吗？我现在最重要的是我要好好活着，这个也对，对不对？嗯嗯，12岁进全聚德，嗯，包葱20年，包蒜20年，是监狱10年。好，是差半天10年，就算10年吧。可不是就得算10年吗？差这半天你还算那么细致干嘛？接下来啊，要好好的活着。可以，对得起自己啊。早晨6点准时起床，然后早睡早起。起了，哎呀，醒了，醒了，没有马上坐起来。醒了还不起来吗？哎呦，愣起来对心脑血管不好。呵，真养生。我要好好活着。哦，6点一睁眼，马上把眼闭好了。哦，嘴里还得念叨着。念叨什么呀？一只羊，哎，两只羊，又睡了。这是再睁眼10点半，那就不叫6点准起啊。养生吗？啊，起来之后起床先喝一点猪奶。我听着都新鲜，滋润一下。哎，啊，没有，怎么了？人家都喝牛奶喝羊奶，哪有喝猪奶的？原来是喝牛奶。啊，那就多好。喝牛奶受伤了。喝牛奶受什么伤啊？喝着喝着那个牛坐下了，趴在牛肚子底下喝奶去了。这一喝猪奶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。怎么呢？往那一躺，软软乎乎的啊，跟那小哥几个躺一块儿。小哥几个从哪儿拎的小哥几个？喝完了站起来啊，活动活动。嗯，开始锻炼。怎么锻炼？哎，找个门踢一脚啊，转身就跑。这叫什么锻炼？你说跑步就跑步，踢门干嘛？仪式感很强嘛。啊，这叫仪式感。但是有要求。有什么要求？这个门必须里边住的是个寡妇。我爸爸踹寡妇门去了，合着。他倒不刨觉悟坟。那是晚上的工作啊。还分早晚呢。就这一通跑啊，跑一身汗。嗯，然后到河边去游泳。
干嘛上河边游泳去？他原来也在那个游泳馆那儿游。哎，游泳馆多好啊！后来遭到歧视，哟，游泳馆不让去了。怎么凭什么不让去？因为你父亲淘气。这怎么淘气了？在游泳馆那儿啊，撒尿。您这大惊小怪了，少见多怪。哦，都跟池子里撒尿。你父亲跟他们有区别？怎么区别？你父亲是站在岸边尿。嚯，好家伙，拿游泳馆当厕所了。你说尿谁一脸，谁不骂街？哎呀，就别站那么高了，对吧？啊，他说站得高尿得远。尿那么远干嘛呀？所以后来人家游泳馆不让他去了。那是别去了。他愿意上河边。怎么呢？因为河边还有很多那个跳广场舞的老太太了。那跟他们有什么关系？都坐着，都坐着啊！看我脱衣裳，嘿，好，人叫老太太一脸，从上到下，嗯，脱个一丝不挂。哦，为了让你们看看我后背的纹身，呵，还有纹身？呵，你爸爸有纹身啊，打脖子到脚后跟啊，纹了一整条带鱼，多难看呢，纹这玩意儿，所以必须要一丝不挂。穿着点呢？哎呀，带鱼穿裤衩不好看。哎，对。那就别穿了。哎，嗯，红跳水里了啊，游啊游啊游啊，呵，活灵活现，游得好，每天都得让人拿网捞上来。哎呀，光看带鱼不看人，咱们这才回家。回家干嘛？回家要先吃饭。哦，到了午饭时间。哎，中午一般来说喝点鸡汤。哎，这好啊。哎，自己上菜市场买了个女鸡。啊，女鸡？对对对，女鸡。不对，什么还对？那叫母鸡。怎么还有广东人啊？哪儿广东人？母鸡啊。母鸡，两码事儿。啊，喝碗鸡汤，打电话叫一个披萨。我快吃个洋餐。大爷，您这披萨来了。哦，切八块还是十二块？怎么切呀？切八块。为什么呀？十二块吃不了。哦，傻小子那个。吃完了，睡一会儿午觉。哦，午休。起来大约是两点钟。嚯！两点钟起来活动活动，要去健身房了。我还上健身房？两点钟要去拉皮条。哦，你先等一会儿啊。好的。我爸爸两点钟就拉皮条啊？是的。啊，我觉得早点了。嗯，应该是晚上八九点钟以后。不像话啊！不是，是不像话，您说错了。嘎啦啦啦啦！哎，那叫拉背气。我哪懂这个啊？老头一进健身房，没有不认识的，他熟了，都起来，呦呦，于大爷来了啊！哎，是，看您穿衣裳都不适应，嗯，就净看游泳了是吗？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嗯，哎呦，大胖子你来了，都熟，运功啊，嘿，老赵，哎，最近练得不错啊，是是是，哎呦，你值得表扬，怎么呢？你看你这胸肌多发达呀。真的吗？大爷，我是个女的。呵，哎呀，熟不熟就跟人搭了话。你爸爸很开心。这是开心了。哎，跟这儿待到四点多钟。哦，回家吃晚饭。这就吃晚饭。但是晚饭不吃碳水化合物。那就是主食没有了。粮食不吃。对。吃一点粗粮。粗粮倒是有好处。先拿出一块红薯来。啊，吃点白薯。哎，这个东西也叫红薯，也叫白薯，也叫地瓜，也叫山芋，对，每个地方称呼不一样。嗯，弄一块这个吃，这个不能蒸，不能烤，不能煮。哟，那都不能这么吃啊？因为这样烟火气太大。哦，那怎么吃啊？他们家有一个爆米花的炉子。他要干嘛呀？现在很少见，过去有那个啊，拉着风箱咕噜咕噜一摇，哎，就一踩，咣一下，哎，他拿这个爆红薯吃。怎么爆啊这个玩意儿？先把红薯切碎，啊，切得粉粉碎，啊，搁这炉子里边，啊，摇，哎呀，墙上、脸上、身上，嗯，老头看着照着镜子很满意啊，很满意。谁要说我便秘就打死他。哎，对，不便秘您都掉粪坑里了这玩意儿，太开心了啊，太开心了。那个把榴莲给我拿出来，要吃点榴莲。哎呀，不要冰箱里的榴莲，冰箱里好储存呢，对胃口不好。那您要怎么吃啊？用微波炉给我打一下。微波炉打上榴莲吃啊？他们说
微波炉打的榴莲是栗子味儿的。哦，哎，我这么一尝啊，栗子味儿的，屎味儿的。哎，这是吃味儿的，刚才那是看样的。哎，真的好好哎，哎，开心啊！别抹了就，倩儿。啊，把煮鸡蛋的盆给我端上来，可算吃点正经东西了。他要吃煮鸡蛋，赶紧吃吧。童子尿煮鸡蛋，童子尿煮鸡蛋。浙江有个地名叫东阳，是啊，东阳那儿童子尿煮鸡蛋，人家有这个。吃完之后说夏天呢不中暑，哦，但是太小众了。是北京城吃这个了，就是他父亲一个人，就只有他认。每次煮200个鸡蛋，哎呦。200个鸡蛋好找啊！啊，童子尿哪有啊？这周边也没有小孩，哪有这么多孩子呀？嗯，后来他父亲想开了啊，得了，怎么呢？谁年轻的时候不是童子啊？就这讲想通了，把我的老哥哥们都请来吧。嚯、哦，还得老哥哥，20多个老头坐着轮椅的，抬着担架都来了。好家伙，弄一大桶尿尿尿尿尿尿吧尿吧、啊、哎，尿了5天，尿了半桶。5天才尿半桶啊！前列腺都有问题，你们先治病去好不好？哎，然后过滤，干嘛还过滤？有半桶石头。哎呀，剩下这个，嗯，搁在锅里边煮鸡蛋，真煮。一说端上来，于谦端上来啊，这一大盆连汤带鸡蛋，是热气腾腾，热骚热骚的。呵，谦儿端上来，嗯，这呛嗓子，辣眼啊，嗯。真是孝子啊！嗯，给他爸爸包鸡蛋，哎，包一个吃一个，这味儿窜。老头开心呐！啊，这手鸡蛋，这手榴莲，一脸红薯。好家伙，连屎带尿一块儿了。嗯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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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鸡蛋我可吃不了。对喽，我喝点汤吧。去。